当初你真的是在酒醉的状态下被打死的吗？想一下音乐好吗？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对不对？求月亮了，弹音乐了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刑案的现场，那这个地方不好来。这个是有透过认识的媒体朋友给了我最正确的位置，就是这个电线杆。当初他是沉尸在这边，应该是从这边的。那现在是半夜的12点，其实现在这边是伸手不见五指，因为这边在非常非常的山区，基本上现在这边一点讯号都没有，完全都没讯号。你好，你在吗？赖小姐，你在的话摸一下灯好吗？是你吗？是的话，你停一下好吗？谢谢。会不会憎恨你的男朋友？会的话，摸一下球，谢谢你。或者是音乐盒。我想请问你，你愿不愿意接受我的访问？如果愿意的话，亮了。如果愿意的话，两个都亮。我知道，谢谢你。你知道我要说什么，对不对 ？OK， 谢谢。那我想请问你，当初你真的是在昏迷不醒的状态下？当初你真的是在酒醉的状态下被打死的吗？是的话，想一下音乐盒好吗？球又亮了，球又亮，想音乐盒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谢谢，谢谢。如果愿意的话，两个都亮。我知道，谢谢你。你知道我要说什么，对不对 ？OK， 谢谢。那我想请问你，当初你真的是在昏迷不醒的状态下，当初你真的是在酒醉的状态下被打死的吗？是的话，想一下音乐盒好吗？球又亮了，球又亮，想音乐盒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停一下好吗？谢谢。可以停一下吗 ？OK， 谢谢你。